它水进来的时候从管子哈，它看淹到多少，它会感应，然后传送数据。甘蔗田内这台感应器成功在这次凯米台风来袭时发挥了制洪功效，让雨水下来的时候先滞留在台塘的农地上面。啊，等有材大排水位比较低的时候再开放哈，让它排到哈有材大排。云林县包中乡有材料地势较低洼的农田，过去曾面临淹水威胁，导致农民损失。近年来，经济部水利署不断着手改善，运用在地治洪新工法，进行有材料治洪治理工程。水力铁，刚才水力小了了。啊，确实有影无淹水了。幸好有这个大牌在，它雨停就退了。有材料在地治洪，在这次风灾中显现成效，淹水情况改善许多。透过我们的在地治洪的一个蓄水，那在水量水位的高度呢，其实是没有大幅的一个溢出。下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蓄存了一部分的水，那整个退水时间呢是比较快速的。借由自然工法进行在地治洪，在不变更土地使用的状态下进行蓄水，防治水患。民进新闻林贤明云林报道。